大家好，我是汤圆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双汉服鞋，就是这个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个设计，特别的透气，纯白色也很百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，就是上面亮闪闪的这个东西比较容易掉落，但是颜值还不错哦。然后就是我准备里边穿一双丝袜，觉得连裤的丝袜是因为这个隐形效果比较好，还可以修饰我们腿部的肌肤，并且还有一部分的瘦腿功能。学会救赎我孤独，你是那童话里的公主，站在光明处，我戴上合理假面，转身躲进